到冰川一看，眼前的雪山都好美呀、啊。馒头是吧？啊，馒头吗？是瓶子。太能吃，太能吃。你就先提这嘛。嗯，好嘞。好，谢谢你们啊。不客气了。他门票多少钱啊？30。骑马就不要门票了。也要。那你们骑马还是走路啊？逛一逛了，我们都是。你要骑马是吧？3点多公里啊。3点多公里很快了。1公里有快。走路像你这样子都不要一个小时，我们要一个多小时。我要把充一下电再去、啊。那你去充电吧。可以。那我们先走，你慢慢。你们先走。半斤，我们去徒步了。往那上面走，说要走半小时吧。半斤这里没人，把你绳子取掉啊。哇，半斤你别跑那么快，有高反的。穿了啊，然后这个车是上不来的，然后我们只能把车停在那个位置。这里的门票是30元一个人，还可以带狗狗徒步啊。现在的海拔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的海拔是3950。我带了2瓶氧气，大家来徒步的话还是要带上氧气，然后带上水和干粮。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卖水的，反正它那个。给它套住的，套住就好一点。这里半天没有人，所以不想拴它，因为拴它了也累。哇，刚才半天跑上去还以为是塌方落石了，哗啦啦的。半天今天很兴奋。半天那个嘴笼子虽然套住，但那个洞很大，不影响它呼吸，也不影响它大吐舌头。大概走了2公里吧，上来的第一个观景台。要是这里能上车就好了，可以在上面住一宿，多美啊。往上面看一下，那作家两夫妻都已经进去了。神狗，干什么？半斤不要往下面乱跑了。他们在那里面，然后给我发信息说让我不要进去了。后面那边有冰川那个地方嘛，就是最早看到冰川的那里，就是你走出来那旁边那个冰川的那里，来走到那冰川里面看一看就好了，就是符合冰川那里玩一玩就好，啥都没有，连个厕所都没有。哎，我到小学里面上厕所，他们满地上都是大便，我还拍了一张照片，以后要写写这里。哇，这部分满地都是大便，这么美的景，那里面厕所都没有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半斤。我们去那下面那个桥那里好吗，半斤？走，半斤上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快点，冲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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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容易滑哟，小心点啊！你跑来跑去不累吗？他刚刚在下面一瞬间就跑上来了，四条腿果然不一样啊！他跑一会又来接我，哎，这狗狗真好啊！
紧的，我们去过桥了。Nas de cortas a puerta, monerada a luta, puse rosa a sari, y parita y parís. Igalala, 经过这个桥，把半截嘴套上，有人，走吧。他走一下又回头看我，哈哈，好可爱呀！半截太乖了，有半截在我哪里都敢去，但是半截怕狗。走吧，换一个位置。哇，到了。要爬山了，好累呀、啊！好想成为半斤四条腿，两下就上去了。哎，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身体在地狱，眼睛在天堂啊！啊，他又在那里等我了。脚都迈不开了，哎，赶紧，我走不动了，赶紧，这可是4000的海拔，太累了，现在的海拔是4014，赶紧，你得爱护我，走吧，走走。我们又回到最初的这个地方了，然乌来古冰川。哎呀，这个都懒得念了，百度一大把，走，就给大家看看风景。无解说，因为我普通话说的太烂了，所以就懒得解说了。哈哈，哇，这风景真好。
来了就要各种拍拍拍照啊。哇，那这个路上弄了这个，走路那个脚好不舒服呀。哎呦，这个钉钉，看一下这个冰川。我觉得这30块还是可以，虽然里面没有吃的喝的，但是这里面人少啊，可以各种拍照啊。有的地方风景很美很美，人太多了，拍的都是头。哇，我好想去那个石头堆啊，离那个冰川最近的地方。怎么下去啊？哇，要走这个烂泥巴要走好远啊。哇塞，圈了，听说那里面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去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回去了，因为太口干舌燥了，半斤也累得不行了。再看一下，拜拜拜拜，现在回去了，收起来就走了，真乖。我感觉我今天好黑呀，晒得好黑。我要走这个路，好怕走这个路啊。